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ef Eric。今天我要示范一道具有北京风味的食谱。我们将要煮的这道菜，把 Kelly's 里昂纳鸡肉和四川榨菜、香菇、洋葱以及一些调味酱料一起烹煮。我们将会把它放在面条的上面，而你也可以用它来配搭饭或者是馒头。这道菜非常美味可口，也很容易准备。这是一道面条的菜肴，可以用这酱料和许多不同种类的面条一起食用。我们有这已经煮好的天使细面条，你可以用拉面，可以用快熟面，你可以用鸡蛋面，要不然也可以用米粉。其他用来制作酱料的材料包括少许油来炒炸洋葱，我们也需要一些切碎的蒜头。这是四川榨菜，我们将用这些材料和鲜香菇一起炒，你也可以用干的香菇，但需要用水先浸泡它。这是 Kelly's 里昂纳鸡肉。调配料方面，我们需要糖、酱青、豆瓣酱，还有一些番茄酱。点缀料有青葱以及芫荽叶。一开始时，我们先把这锅烧热，然后我们加入一些油，会用它来炒香洋葱和蒜蓉。当这个锅已经足够烧热时，加入洋葱片。热炒到它发出香味儿。一些切碎的蒜头，如果要用完整的四川菜的话，就需要先浸泡在水才拿来切片，就可以去除多余的盐分，不然这酱料就会太咸了。但如果用现成的，只要把包装打开，将四川菜放进去就可以一起炒了。当所有的材料都炒好以及散发出香味时，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加入香菇、里昂纳鸡肉切成条状，然后一起翻炒到发出香味。调味料呢，我们需要一些酱青，一点点就行了。豆瓣酱，番茄酱，还有少许的糖。这样，我们的酱料也就完全炒好了。在这道菜上桌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面条。把一些炒好的酱料铺放在面条的上面，你可以在旁边放上青瓜丝来点缀它。最后啊，是芫荽叶和青葱。
希望你会和我一样的喜欢这道菜，祝您烹饪愉快。